烤面包，可香可香了。这个我看网上争议可大了，有人说特别好吃，有人说特别难吃，让我看一看到底好不好吃。这个抹茶蛋糕看着也可诱人了，拿下。山姆上的新品柠檬香茅味鸡西软骨，我可爱吃这种嘎嘣脆的，来一袋。我之前每次卖蛋黄酥的时候都可受欢迎了，然后给你们拿一盒山姆的蛋黄酥。看到三文鱼我就走不动道，必须来一块。这个面59.9一盒，上次吃这么贵的面还在机场呢，但是这个肉看着好多呀。来了这么多次，第一次看到卤猪蹄儿，感觉好软呀。这个每次来都得拿一提，我可爱啃鸡爪了。我每次都看到了这个，但是从来没有买过，这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好大一包呀。这个榛子威化，哇，看着也很不赖。买了个冷泡汁，然后跟三文鱼一块吃。霹雳辣酱的坚果仁，这个会很辣吗？一共消费1165.58五毛八。买了一个新品泡菜五花肉卷，桂花酒酿大福。上次吃三文鱼还是在上次。这看着也可好吃了。
一次吃这么多肉的面条。坚果仁，这个是从旁边打开的。榛子味好浓，似曾佳境。